给大家盘点一下鱼人的通关技巧。开局先选攻击速度，射击速度快，小怪还没靠近我们就死了。再选择冰冻效果，使怪物移动速度变慢，我们就能轻松击杀了。不过也要注意走位哦，要不然也会结束游戏了。然后选择穿透效果，升级到4级的穿透，子弹就能穿透所有怪物，这就不仅仅是一枪两个了。